恢复长征同志，滨西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的职务。 同时，局里决定成立专案小组，调查赵鹏程被害案。组长由长征同志担任。组员嘛，除了原先与长征搭档的宋光明之外，另外增配了两名。啊，其中一名马上就到了。还有谁呀？不知道啊。不是，连你组长都不知道吗？真不知道。报告。 这位，袁志伟，肖局，常组长，今夜向你报道。好了，入座吧。嗯，坐，谢谢。这还有一位吧？由你在他们中间随意挑选。 宁宇，到，出列。是。你现在是专案小组的第四名组员。是。报告严政委，专案小组集合完毕。